嗨，大家好，我是2023级 PolyU HTM 学生，封面建筑呢，就是我的营销课作业，杭州金沙湖大剧院。2023年7月8日，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的前辈有很多，杭州地标建筑杭州大剧院、杭州运河大剧院、杭州临平大剧院。作为大凤文化旗下的新项目，年轻的我要如何竞争才能打开自己的知名度呢？大凤选择了中文版剧院魅影作为中文版杭州首站，我们的第一个联动对象就是与金沙湖大剧院步行仅十分钟的龙湖杭州金沙天街。除了天街的场景布置，还有卡斯见面会、主演见面会、现场的社交媒体打卡福利、观众互动、主演分享、精致的神秘演出周边、卡斯在剧目中的情景再现，给商场带来了巨大的人流。我们的第二个联动对象就是与金沙湖大剧院同在金沙湖边的杭州金沙湖和达希尔顿嘉悦里酒店。适逢杭州亚运会，魅影卡斯来到酒店品鉴希尔顿下午茶，酒店顺势推出魅影同款下午茶套餐以及演出票住房优惠政策。魅影演出期间，无论是联动的嘉悦里酒店还是演员的下榻酒店，所有住房数据均有所上升。院方在演出之前还推出了各种形式的打卡游戏，以及准备了各种神秘周边。此外，为了打造迷人效应，中文版魅影特地请到了魅影原男主费翔做演出前的最后宣传。在地毯式的宣传下，金沙湖大剧院在原有五场歌剧魅影的基础上增开三场，以六天八场次完美收官，观众座次超12000人，六天八场演出总票房过百万，使得金沙湖大剧院迅速在杭州的演出市场站稳了脚跟，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是大凤文化旗下剧院项目的经典案例。